讲一下坐机的过程。第一，首先是洗机，洗机怎么洗呢？首先把左手的大拇指杵到嘴里边，洗嘴里边粘液，包括鼻孔里边粘液，一定要挤出来。这样呢，包括耳朵中间的毛也要弄出来，头上毛要洗干净。注意这个鸡冠的脑皮一定要弄干净，包括嘴里边的粘液和嘴的脑皮一定要整干净，包括嘴下巴的毛一定要清理干净。这样呢，再往下走就是鸡脖子的，鸡脖子的气管、食管一定要清理干净，包括它激素这儿的，包括有它们有一些饲料没有弄净，你一定要弄出来它，包括在身上的毛一定要弄干净。这样呢，就是注意鸡翅根毛一般都不容易看到，这个地方的毛一定要清理干净。最后呢，就是把肚子里边的鸡肺，你看一下啊，就是鸡肺一定要弄干净，清理出来，只要把鸡肺弄干净，它不容易坏老汤。就是鸡爪子也是塞在肚里边，是个福利底的做法是一样，但是就是唯独前边不一样，是把两个鸡翅，这就是左边鸡翅和右边鸡翅呢，都是塞在嘴里边就可以的，是这样的。哎，这是德州扒鸡的变的形状，也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说这德州扒鸡和福利底相应的制就是工艺。是一样，也是锅油炸，炸完以后再煮，但是它料形状和福利底不这形状是不一样。配料，我为大家讲一下，蜂蜜，就是蜂蜜一定要是纯蜂蜜，这个起什么作用呢？就是起上色的作用。但是你对蜂蜜一定要有和水之间有比例，比例数是多少呢？就是八斤水放半斤蜂蜜。蜂蜜呢是原蜂蜜，就是从养蜂场刚生产的蜂蜜，不要买那个兑的水的加的别的原料的蜂蜜，那样的蜂蜜呢可能你得多加一部分，这样的蜂蜜可能是不太纯，你得加，比方说我这个是八斤水放半斤蜂蜜，可能你的加就得加一斤蜂蜜了。所以说我今天给大家讲，看你看一下我这买的蜂蜜是这样的，挺粘的，就是原蜂蜜，就是这个呢是清水，就是我给大家对一下，就是已经兑好的，我这个吧是按八斤水半斤蜂蜜是兑好的蜂蜜，可以看一下。然后呢，洗净的鸡，像这样控滤净水，一定要控干净肚子里边水。控完水以后，往这个蜂蜜水里边沾一下，就是再搓一下，不匀的地方一定要再蘸到，不蘸到的话，炸出来颜色不好看的，就是一定要。鸡的各个部位一定要干燥，就这样，肚子里边水呢一定也要控干净，控得干干净净的，它比较好。讲一下德州扒鸡的过程，这个呢现在开始，我把油已经烧到200度了，开始就能炸了。这个炸的过程一定要注意，就是在往锅里边放标好型的德州扒鸡，这是沾好蜂蜜的，也是用蜂蜜水蘸一下，然后呢我放进去。在放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油温是很高的，200度呢，所以说呢这个时间也是在30秒钟就可以炸好了。好，现在30秒钟已经到，我把炸好的鸡给大家拿出来，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德州扒鸡呢炸的也是金黄色的，和刀口烧鸡、福利底香鸡炸的工艺是完全一样的，唯独不一样的地方呢，也就是它的形状各有不同，它的配方各有差异，所以说咱们现在炸的过程就完成了，下一步呢该煮德州扒鸡了。我教大家做一下德州扒鸡的煮鸡过程，这个呢是老汤，老汤锅里边已经放好盐和料了，就是我给您的配方，现在锅已经烧开，现在我教大家往里边放煮鸡了。这个煮鸡的时候要把鸡稳的放进老汤锅里边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开锅，开锅的时候煮40分钟就可以了。这个是三黄鸡煮40分钟，假如说你今天进的是柴鸡或者是淘汰的蛋鸡，那就是煮2个小时了。现在我这是煮的三黄鸡，现在是40分钟到了，
我给大家关火，关完火以后呢，现在放点味精就好了。这就是德州扒鸡的整个的流程。我再给大家讲一下鸡系列产品的洗法，吃和鸡的洗法基本上大体一致，就是说这是鸡腿，把鸡腿上所有的毛全部清理干净，就是再就是鸡肺，一定要注意，就鸡肺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再就是鸡屁股后边一定要有肠子的时候一定要拽掉，这样拽掉就洗得很干净了。然后呢，洗干净以后放到盆里边再用。这个鸡翅呢也是这样的洗法，最重要的你看，就像这个鸡翅在这个肉里边扎着这个毛，一定要清理干净。这样呢，在这个里边的毛也要很干净，这样把这个脑皮搓掉，洗一下就可以了。洗的方法最好是注入这用这个手像这样一搓，它脑皮就会掉了。然后把这个鸡翅呢，也像吊鸡形状的一样吊成这样，鱼味儿煮出来的鸡翅是很好看的。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鸡脖，就是鸡脖一定要清理，嘴里边的粘液一定要清理出来，包括鼻子里边的粘液一定要清理出来，这样呢清理出来以后洗一下。再就是把这个鸡头身上的毛，包括耳朵上的毛一定要清理干净。再就是把这个鸡脖、食脖全部清理出来，这样把整个的用手捋一下的脑皮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先洗干净了，放到这里边待用。一会儿呢，用点蜂蜜水一蘸，还是做鸡是一样的，放到蜂蜜水里边，铁丝酱一蘸，蘸完以后把这个拿出来，再放到一个容器里边控干净水，然后呢放这个里边油锅里边炸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就鸡系的产品，包括鸡爪、鸡皮。